英雄联盟手游亚洲联赛精彩瞬间。本期第五名是来自 TTZ 的格温，狭路相逢，引针促射，好曲三连破。剑魔撞上了黑雾，原来是四个人在埋伏，但今天的主角并不是他。狭路相逢，我们的格温要出手了。剑魔吸引火力，格温一段大街四缕残留，三人被迫向后。可没想到后面还有个牛头，格温三段大招闪现跟上杰斯，一刀带走。等待技能 CD 位移过墙，迎面撞上泰坦，这么短的墙别勾了吧。格温位移跟上，快刀乱剪，牛头闪现二连，格温空中一套剪，泰坦再见。本期第四名是来自 OMG SMK 的杰斯，一级细节拉扯，输出拉满，完成单杀。永恩杰斯一级就发生了摩擦，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了啥。杰斯在眼上插眼，没想到被永恩埋伏，两人同时出手换个血，可杰斯手长把永恩先打一套，小兵交汇，杰斯卡在前面，再次偷点永恩，两边马上要合兵发育了，可杰斯根本不给永恩吃经验呀，就是这个残血的红色近战兵，永恩还是缠啊，硬着头皮往前，杰斯抓住机会锤形态直接上连，此时永恩才开始攒错余切，两边相互拉扯，小兵同时激活，永恩封好了，可是也残了，杰斯大炮接 A， 一套一道斩杀线，我早就已经算出了你的死亡闪现。本期第三名是来自 OMG 白猫的青钢影，包夹守塔，强势追击，一波斩三人。阿卡丽阿卡丽，别拆我塔了，再拆我就过来了，再拆我可就叫队友了。阿卡丽根本不管，就是要拆，青钢影过来了还是要拆，我后面可是有加里奥，青钢影盖大了，加里奥现身，怎么尾随了俩？阿卡丽大招一段位移逃不出去，被控到底，回拳自毙，加里奥眼看走不了了，殊死一搏，反向正义重拳，酒桶一个大招断了你的念想，加里奥闪闪现进草，还想依靠自己的大招，青钢影进去飞踢就是一脚，现在是残局收割时间，酒桶肚皮向前一顶，击飞左翼，青钢影钩锁过墙，极限距离，二段追击闪现贴近，连踢两脚你也回去，青钢影等待睡眠结束，螳螂也已经跳得很远，但是呢这个可以追，三个队友已经追在前面，断了螳螂的退路，螳螂只能反跑，前面还有个青钢影的战术横扫，飞起就是一脚，经验老道。本期第二名是来自 FunPlus Sky 的杰斯，以 1D2 拆完塔，反秒一人还跑了。12级的杰斯在拆塔，后面两个壮汉要来了，这么多血的塔你确定要拆完吗？阿卡丽寒影损武，先把炮车收了，可是塔也没了，杰斯加速门一开，率先出手，武器跳脸，杰斯翻墙下去了，杰斯小走一步，大锤一敲将两人击退，你们两人还要追？杰斯前脚进槽，后脚反跑，锤向武器，切炮形态，一套带走阿卡丽，反手和武器还要再打，终于到墙角了，我逃之夭夭。本期第一名是来自 OMG 白猫的青钢影，四一分带顶着鳄鱼墙拆塔，完成单杀。高手眼里，小兵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破剑者三个炮车，青钢影还可以搏一搏。青钢影盖大，一个二踢脚加速拉开，二段钩锁眩晕鳄鱼，两人边追边打，绕至塔外，两人残血点到为止。鳄鱼说：“我不跟你博弈了，我去把小兵全弄死，让小兵和塔折磨你。”青钢影识破意图，赶紧外跑，黑血连点防御塔，极限距离躲避鳄鱼外圈刮。战术横扫二踢脚，连塔带人全拿下。他大还有大概十几秒，好，你小心剑魔药，你小心剑魔药，他在对面，他在对面，他们肯定会入二龙，我是觉得。你们拖他们回，让我看不拖，看不拖。不上路，我没大的，拉拉拉拉。我们上路突破了，你们留他们。你都是一丝，都是一丝。留留留留留，我一波了，留。我发不了 PB， 我发不了。快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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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，快留。留了，我这波拉满了，我这波拉满了，断了，断了，断了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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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Nice。PB 你兄弟。哎，没事，我接一波了，一波了。OK OK。